在这里感受到了中国人民热情友善，以及学习到了很多宝贵的知识。我特别感谢我的中南大学的老师们，他们就像我的家人一样，帮助了我适应了新的环境，也让我对中国文化有了深刻的了解。My supervisor, Professor Lisa, gave me a lot of care so that as a foreigner, I never felt that I am alone in the path of scientific research. 我们的旅程没有结束，留学中南走向世界。不要忘记这句口号，我们要促使世界脱胎他光发热，为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明天而不懈奋斗。唱。